不再让你孤单，阿莎陪你娱乐半小人间。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d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Hello， 大家好。咁咧，我就见到咧呢个报道啊，指咧阿凯特王妃佢最近咧近照曝光话。话佢咧骨瘦嶙峋嘅，拍摄杂志咧引起质疑嘅喎，质疑系佢究竟佢而家系咪病啊，还是质疑呢一个杂志封面咧？咁我梗系突然之间我就一定要去翻呢一个 Vogue Magazine 啦，意大利版系咪？嘅要讲咧，前阵子令到人哋非常之关注，自然啦就系呢一个凯特王妃嘅失踪事件啦。不过咁咧，随住佢嘅官宣咧，自己系得咗癌症噶，喺网络上面呢啲嘅传言咧就纷纷平息。咁不过大众咧对于一个凯特王妃咧嘅热议啊，同埋关注咧依然系冇结束噶。咁最近咧就有一张近照啦，就佢上咗呢一个另外咧就有一个声明啊，佢话咧18号啊 ，statement from 啊 Buckingham 噶，即系白金汉宫啊，佢话 Jean Paul Gaultier 啊 ，Nicolas de Fellas as next guest designer， 即系话Jean Paul Gaultier 咧佢系下一个嘅设计师。凯特王妃嘅官宣咧，呢个癌症之后咧，佢表示咧自己接落嚟咧就一段唔会同俾媒体打扰嘅生活嘅，就连咧皇室喺复活节嘅活动咧佢都冇参加啦。咁但系近日啊，呢一张嘅凯特王妃嘅近照咧，就俾网络上面曝光咗，而咧呢一次咧就唔系媒体拍摄到嘅，而系咧佢主动拍摄嘅杂志啊。嗱，我真系唔信噶吓，我阵间话俾你听点解。佢话只系咧当网友睇到个杂志拍摄嘅时候，个王妃咧梗系唔够胆认啊，唔够胆认佢啊。照片之中咧话佢咧赤住脚咁样，不停咁样企咗喺度噶。身穿住一只白色嘅连身裙啦，个笑容满面嘅话，咁面对住镜头啦。只系咧佢当网友咧注意到佢块面嘅时候咧，好心痛啊。话佢咧个面咧即系非常之瘦啊，暴瘦好似病咁样啦。咁另外咧亦都见到佢揾翻啲以前嘅旧片，特别系佢嘅下半边面苹果肌突出系啦。个下巴尖嘅，似乎咧好似冇咩几多肉咁样，而凯特王妃嘅身材似乎咧就瘦到干晒嘅。中意凯特王妃嘅人咧都知道啦，佢年轻嘅时候身材非常之好噶，比起咧模特儿啊都唔会差半分喎。咁但系因为年纪长大咧，更加火辣嘅身材咧，而家变得好干啊，人干咁样。可想而知咧，阿凯特王妃呢一次病啊，个身体影响到佢有几大啦。嗱，当然咧，比之前咧，佢精神比较饱满啲啦。咁咧喺冇几耐之后咧，就觉得佢而家咧虚弱啊，只系咧呢一张相片之中咧，凯特王妃啊，依然都系冇点样戴同冇戴同威廉嗰个嘅戒指系嘛？呢一個不禁咧令啲網友再次質疑咧，佢同凱特王妃即係呢威廉咧嘅婚姻。嗱，我係唔信嘅，因為點解咧？有好多 apps 咧係可以將個人咧個樣咧換咗佢噶嚇。呢個係完全咧就係我相信係假嘅，因為我自己走咗上去 Vogue Magazine 咧意大利版個睇咗佢，究竟有冇呢個封面咧係冇噶嚇。所以咧即係出邊報道啊，照報俾你聽，但係咧真定假咧，我嘗試去揾啲資料咧就去推測究竟佢係有幾成真嘅。佢同時有啲網友咧紛紛質疑，點解凱特王妃咧冇時間同埋精力參加皇室嘅活動，而有時間去參與呢一個即係雜誌嘅拍攝咧？係咪佢同皇室嘅關係鬧翻咗咧？就是、因為呢段時間英國皇室咧面臨最眾多嘅輿論危機咧，就先至唔公布嘅啫。嗱，當然咧呢一種講法屬於網友嘅揣測嘅。英國皇室動盪不安。咁呢段時間患癌嘅唔單止佢一個啦，前陣子咧查理斯王子國王咧亦都未能夠睇好咧呢一個威廉啊，能唔能夠承擔國王嘅壓力啦？而皇室成員而家咧似乎只係剩翻咧安妮公主去支撐落去嘅啫。咁威廉個啲仔女咧亦都細啦，加上咧哈利亦都唔爭氣，早已經俾皇室放棄咗，遠走美國噶啦。咁究竟剩翻落嚟嘅如果呢個時候凱特同威廉之間嘅婚姻出現啲咩問題嘅話，英國皇室咧將會遭到嚴重嘅衝擊嘅，甚至咧，畢竟咧呢個凱特王妃咁多年嚟可以稱得上咧英國皇室咧最鮮明嘅旗幟嘅。咁凱特嘅形象咧，以及佢做出嘅努力咧，挽回翻呢個英國皇室咧不堪嘅名聲嘅。
甚至咧佢嘅明星咧，佢嘅名誉啊系仅次于呢个海特王啊，唔系呢个戴安娜王妃嘅。嗱、至于咧讲英国皇室另一个被网友关注咧，就系卡米拉啦。喺呢段时间咧，佢亦都除咗海特同埋查理斯国王啊，佢病重之后，卡米拉皇后咧亦都开始担心啦。担心起咧查理斯嘅部分嘅公务嘅喎，佢对于呢样嘢好多网友都好有意见，因为卡米拉咧名声就系太差，而且咧好太过有野心啊，甚至前阵子咧就传出咧卡米拉想要咧将个女啊放入去皇室嗰个分担工作，呢一个谂法咧比外界咧睇法咧更加唔好添，同时亦都传言咧哈里王子一家会回归英国，哇！如果系真嘅话。咁咧，里面呢一个卡米拉个女又入咗去皇宫做事啦，跟住咧哈里咧就又翻去皇宫啦，哇！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啊吓！你睇下呢个安妮公主，咁佢年纪大啊，大佬啊，咁如果佢哈里两公婆翻英国皇室同呢一个卡米拉斗过嘅话，会有几多嘅即系我哋嘅几多阴谋论啦，继续去爆发咧？继续去好似燃烧个火种咁样系嘛 ？OK， 你睇下呢一个系啦，海特王妃咁咧，对于英国皇室啊，嗰啲网友咧，依旧咧都系持续关注嘅。但系咧，更多人咧就希望海特王妃早日康复嘅，企出嚟咧为皇室主持大局，亦都希望咧威廉之间嘅婚姻咧唔会出现啲咩问题啊，否则咧受苦嘅只会系三位嘅小朋友啦吓。好嘛，咁咧另外啦，你知道啦，即系皇室成员咧，佢哋好多时咧成为咗登上呢个杂志嘅封面嘅吓，你见到阿卡米拉嗰啲系咪？嗱，其实咧登上呢个杂志封面咧有好有唔好噶，正面嘅影响咧就咧个形象嘅塑造啦，杂志封面可以帮助咧塑造皇室成员咧嘅形象嘅，譬如话呈现佢哋嘅风格或者个人嘅魅力啦，有帮助建立咧佢哋嘅正面嘅形象嘅，增加咗佢哋嘅知名度啦，同埋受欢迎程度噶。嗱，另外咧就可以宣传咧慈善嘅事业噶，做宣传乜鬼啊？而家即系英女王都英女王自从过咗身之后十八个月都冇人掂啊，就有六百几个慈善机构之前嘅英女王run紧嘅，但系而家都冇人捐钱系咪吓？咁即系皇室真系好穷啦！自从呢个查理斯佢话要精简人手，乜嘢都要 slim down 嘅咁样，皇室成员登上呢个封面可以提高个公众或者对慈善嗰个事业嘅关注度啦，咁进一步推动咧呢啲慈善嘅组织嘅目标为同埋影响力啦。另外咧亦都系时尚同埋风格啦，因为咧好多人咧就会睇杂志觉得，咦王菲都着呢件衫咁样，尤其是王菲咧。即係海特王妃就係中意著咧，即係有啲好平民嘅，譬如好似 Sara 呢啲牌子啦嚇。好啦，另外負面方面咧就會得到抨擊同埋爭議啊。皇室成員咧有好多時咧，佢哋會引發一啲爭議同埋批評嘅話，譬如個封面嘅內容啦，可能會解讀成咧侵犯私隱啦，又或者誇大嘅事實啦，但係咧繼而損害咗皇室成員嘅聲譽噶。另外咧，封面導致到可能咧引起公眾對皇室成員咧嘅生活咧過度關注啦。呢個可能對於佢哋嘅私隱嚟講咧，固定嘅生活模式咧係作為一個負面嘅影響嘅，即係譬如佢落街咧想買個咖啡嘅，跟住可能咧啲人就啲狗仔隊話佢，哇點解由佢嚟買㗎？可能佢威廉咧就同佢婚姻出現咗問題啦，威廉可能而家咧就同緊Rose Hanbury 咧就飲緊下午茶嘅，要話海特自己一個人出嚟買咖啡，話可以咁樣嘅喎。另外咧形象嘅失真咧，有時候咧。雜誌封面咧嘅編輯啦，同埋後期處理咧，可能係導致到皇室成員嘅形象被修改或者失真嘅，呢一個亦都有機會產生一啲負面影響嘅。因此咧，皇室成員登上呢個雜誌封面咧，要好謹慎咁樣考慮，平衡咗佢形象嘅塑造啦、公眾關注同埋個人嘅私隱之間嘅關係啦，維持皇室聲譽同埋形象嘅話嚇。咁咧呢個方面咧 ，Vogue Magazine 我就 check 過啦，應該咧就冇嘅。佢係上個 Vogue Magazine 意大利版嘅，不過唔係呢一個方面啦，因為而家好多嘅嗰啲叫咩Apps 啊，可以將你個頭咧擺咗落個封面嗰度。我而家我睇下先，我睇下可唔可以揾翻嗰個嚇。
我睇下先吓。OK 呢个。OK， 好，睇下先得唔得？好，嗱，我即时整俾大家睇下。即時嗱好啊，嗱即時整俾大家睇下，嗱即刻整俾大家睇下，咁跟住我呢個啦，嗱你睇下，好容易啫嘛，咁跟住你可能呢、這個咩啊？嗱你睇下呢個，睇下先，我用呢一個嚇做封面啊嘛，嗱你睇下，即時整俾睇啦。系嘛？有几难啊？嗱，睇下做封面啊嘛，吓。OK， 呢个 Chris Fun。OK， 好。咁我做呢个啦 ，B B 啦，我就吓。OK， 得唔得？我咪上咗封面咯。我整呢个 B B 先。嗱，你睇下，我又上封面啦，吓。做 pair 牌，嗱你睇下，我系咪啊上咗 pair 牌啦？我吓要 king 定 queen 啊？我嗱你睇下得唔得？好简单啫嘛呢啲，啊你要上封面啊 piece of cake 啦呢啲系嘛 ？Oh my god！ 吓、啊、正唔正？啊！你睇下靓唔靓啊？我唔系讲个人啊，讲啲相。Oh my god！ 吓、啊、，I love you 呢个，你睇下 ，Love America，How about that？ 系好即时，嗱你睇下呢个。OK， 我试下呢一个样先吓。咦唔係喎 ，OK 好 ，fun 睇下呢個先。嗱，我即刻上咗呢個 Times Square 噶，靚唔靚？喜歡唔喜歡？中唔中意唔中意你哋係啦。睇下先，仲有整咩？嗱，你睇下，我即刻上咗街噶啦，係咪 Mira 呢？其實邊個幫我買燈箱啊？邊個幫我買燈箱你哋嚇？A piece of cake 系啦，吓边个阿姐 Lulu？ 嗱，你睇下，嗱你，哇！你睇下，我去咗呢个 Westminster 嘅 Abbey， 嗱，我而家上咗去啦，已经吓，跟住，哇死！一大吉利事啫，系嗱，我上咗去时代周刊啊，你睇下正唔正？Oh my god, Casper， 吓、啊，嗱、啊、你睇下，跟住，拜拜 love， 好，哇，你睇下，成街都系我啲相啊 ，OK， 好。揸车，你揸车小心揸车，唔好见到我样，你唔好见到我样揸车，一间撞车，大佬，系咪？系咪啊？佢即系所以咧，唔好傻，眼见都未为真噶吓。OK， exit now 吓、啊，出口啊呢、這个吓、啊，好啊，时代广场，好啦，就咁啦，系嘛
OK， 多謝曬。所以咧，啊，如果你想與時並進嘅話，希望你可以訂閱啊、點讚、留言、分享 YouTube 頻道 Smart Travel 嘅。我應承你，我盡可能咧喺我咁急嘅情況之下，我而家要搭的士，我去聖堂啊，大佬，麻煩你留言啦嚇，幫我分享俾朋友啦嚇，唔該曬嚇，拜拜。